大家好，我是曲博，我是知识力专家社群的创办人，也是 YouTube 频道曲博科技教室的主持人。我的理念就是将一般艰涩难懂的科技知识讲得大家都能听得懂。大家好，我是芷娟，财经电视台主播出身，也是目前业界唯一拥有证券分析师执照的财经主持人。我很清楚知道大家在投资上的困难点。在投资的市场中，科技创新经常是带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，但是啊，我们常常对新产业中的关键技术理解不够清楚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在这门课当中，会由我来帮大家发问，深度追问，将针对未来具有趋势的四大领域，电动车、矽晶圆、元宇宙、新能源，一一为大家解析，找出哪些赛道值得长期投资。上完了这门课之后，你会发现过去在报章杂志上难懂的科技产业名词，现在你都搞得懂了。在现今混乱的投资环境中，我们更要发掘投资背后的科技，掌握关键技术，让你能够提早布局，穿越牛熊。而也唯有这样，在投资路上才可以更加的踏实，股票才抱得久哦。